你来将我来七年，咱两个睏在同一张床的，敢讲是我无查甫人都袂睏的，零零死落来，敢真是是有影因为讲无小心的。好啦，这对，莫阁讲啊，我知影我唔对啊。你知影唔对啊，无够。你讲你对咱两个代志一点仔信心都无，这是爱靠你家己去克服的问题。你家己的信心，别人是无法度甲你斗相共去建立的。这段时间，我嘛想出错，尤其是迄个囡仔，我是冤家相拍了后，我才感觉到讲，伊那是安尼啊单纯，因蕴藏在心肝内感情是安尼啊深。就亲像赵德柱讲的，这是咱爸母代志处理也无好势，才害到遐个囡仔在痛苦。我知我做唔对代志，要不我唔知我我又做唔对真多代志。我做事无信心，无负责任，无关心到你家己囡仔，是我害大家痛苦。陈局长啊，国营做恶梦，我甲嘿嘿叫，我甲叫警醒，伊一直哭，一直喊，我甲太死。我甲太死，迄当阵我就感觉讲，伊除了苦全你，同时伊嘛足介意你，就亲像今日，秀玲雄雄走来找我，我毋是想讲要巴结对伊好，伊予我的感觉是讲，伊真信任我，伊真需要我。准备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以后绝对袂阁让你失望。我希望讲你会当我同心合力，等共同重新过来建立咱的家庭，好。天子，天子。来啊来啊！来呀啦！嘿，阿丢嘞！来得及吗？恁两个，妈，来，恁两个是讲好个哟啦。妈，我想讲要来带遐囡仔转来赵德柱遐住。啊，那安尼，伊唔着答应我迄两个条件，爱回因厝嘞啦。妈，你嘛小可拜托一下。等你是伫讲啥啦？
是伊求你倒转去的对无？啊，你无趁这个时阵小甲嚣摆一下，叫迄魏延书写出来，是要等到什么时阵呐？卖戆啊啦！你若无替你家己想哦，你嘛爱替我的心肝孙文贤少想一下啊！妈，啊，你迄两个条件是针对讲阮两个若结婚的时阵啊，啊，阮即摆目前都还无拍算要结婚啊。嗯，这无你即摆是咧变啥梦啦？来，二姐，我也是感觉你句话，我绝对袂亏待文贤的啦。无毋对，妈，有钱是真好，啊，不过有钱有当会害死人呢。后摆吼，你莫常常咧买物件，是提钱给文成，安尼较成歹呢。我你即摆是咧讲啥话句啊？我着听拢无半句呢。啊，文成是我的，你的乖孙，这大家拢总知影的代志。你后摆莫常常咧生伊好无？我足坚持这点的，无你安尼颠倒会害伊，你知无？嗯，啊嘛咧笑死人，到迄个做阿嬷的去害家己的孙了啦。来，我即摆。你唔通误会啦，诶，春流意思是讲，希望我对这囡仔吼，拢安尼同款看待啦。好啦，既然你若坚持哦，我无爱去讲啊。要唔过，这个魏延书的代志是要安怎讲啊？啊，这是恁平常是上爱食的布丁甲果冻啊！是啦，紧食。咱两家要搁到大店啊？是？不是两家啦。我意思是讲吼，就参照咱当时大家搬入去赵都主任家的时阵同款啦。是啦，假使讲你若无爱讲咱的同齐到店食饭。不要紧啊，咱伊参照较早恁细汉的时阵，无咱客厅咧围一条线无，迄三十八道线，敢若南北行安尼，恁袂使过来，阮嘛袂使过去安尼。高英啊，啊，当咱一直是好朋友，啊，自你细汉时阵，咱两个都相好，对不对？你还阁会记得无？咱两个有一个约束，想约束讲，咱将来吼，要斗阵开一个画展啦，吼。这敢有可能？这敢有可能？有可能？哎，当然是有可能啊！只要咱两个人吼，若永远是好朋友，将来就一定得达成咱的心愿啊，吼。可以。秀玲，若是讲阮做爸母的人有啥物唔对的所在，请恁原谅阮好无？秀玲，出来了，你了了，无你即摆是伫讲什么笑话啊？
我咧讲啊，我若是老我吼，我袂亲像伊遮憨。一日到唔到只看你这苦瓜面咧，浮啊面，袂输敢那人欠你几落百万嘞。家己一个关在内面，哈！若我吼，我无予我款款的吼，规日这间房间予你一个人住。你是讲煞袂，讲安尼嘴甲撇了了，你啊较客气好无？什么话客气？什么面啊？你干什么？你知无？我干什么？你是我面，难道你是什么面？好啦，那恁两个安尼搭来搭去好无哈？那恁若是唔知，我早都做是你跟我使性地啊。赵老师啊，赵老师，你开门一下啦！我知影我唔对啊，我今日回家死嘞嘛吼！啊，而且我只存钱，我拢甲带转来啊。那是命大的代志。你不是跟我说不要关您家闲事吗？赵老师，怎地啊？赵老师，你若歹出来吼，你这间厝会叫我妈妈跟我老母拆去啦。拆掉，拆掉最好，盖新大楼。哎呀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卖叫啊，卖叫啊，叫嘛是假叫啊！人讲老大人囡仔想吼，迄有岁人袂输迄囡仔嘞，足古摸的嘞。谁年纪大？阿坤啊，一直古摸的。既然吼赵德柱哦坚持不要出来吼，咱卖插你，咱来参加哦，吃好料好啊庆祝一下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来来吃好料，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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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过分，过分，真是过分，太过分了！哦，你们吃大餐，让我吃剩菜啊！哎，你们这是什么？我会一张绝情的一张梦，你那随时我头望，不愿亲手牵你。你们这是什么？干嘛干嘛？啊！你们联合起来耍我、啊，你这……哎呦，赵德柱啊，你来讲安尼啦，我若无安尼哦，你早就两三步小家哦。什么小什么小家？哎，我只听了斗鸡、斗狗、斗蟋蟀，我没听着这。哎呀，赵德柱啊，我跟你讲啦，你若听无，你不要开口问话。他在笑，你说你会无聊死。嗯，嗨，那刚下面我弄怎样嘞？哎，我发现你们两个人呢是散步了。跟我这么老的散步啊？哎，跟我这么大块的散步呢？各位大哥，你别害怕呀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卖给我啦！我先来。啊，奖金够百啦！我今天赚到了。好久没有喝这么多酒了。那你还老一孩，那有偌久啊？那你进前喝酒醉去往那仙人跳，你煞袂记迄只偌久的代志咧？哪壶不热提哪壶呢？你怎么这样啊？好啦好啦，到这呢，那更小煞转手去，第一回死咧，安尼唔着好啊！行行行，送我转来去。哎呦，讲安这早啊，你是真敢讲呢？哎呦！哎呦，做得主人这手腕牵条条，叫人送你回去，袂见笑哦。好呗，好呗，哈，无你即摆是你讲啥，我啥人唔敢讲啊。哎，你爱知影呢。哎，啊，若我这班的吼，若去坐了客人车哦，是我危险的，你知无？做得主，走，送我回去。我袂用的啦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免担心啦，你无看做得主，你看。饮酒饮这么多，姐妹啊，那开车送你回去啦，袂用诶，袂用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开喝车不开酒，开酒啊对啊对对对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啊。不要紧啦，不要紧，慢慢开也是会到啦，走啦走啦，慢慢啦开啦，袂用诶啦，啥也袂用诶。那这样你无看伊安尼变，那送你回去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拜托诶，春酒第二天诶大家啊，你嘛小拜托诶。带咱春平哦，请转来尔啦，好啦，阿婆吼，较早约会就会当嘞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小别胜新婚嘛。有这款的代志啦，两个人卖拍起来就好个呀。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，床头拍，床尾好多摸啊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我送你走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行行行。哎，赵德柱啊，啊，咱要去南埔游览代志，你什么时阵要甲我讲啊？啊啦，这么大声干什么？
好像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一样。赵德柱啊，你真的答应那个钱南豪要到南部去游览呢？不是他让我陪着去，我说我考虑考虑啊，我去休息休息。赵德柱，拢甲妈妈倒做工作。爸爸，爷爷，搁要睏沙发哦。哈哈，玲玲啊，你即摆也完全好啊，应该甲姐姐睏得着啊。那呢，阿妈要安怎？我去甲赵德日妹妹睏。我也要去，规房间吼，干那我一个查甫，我也睏袂去呢。哎呀，你妈假啊啦，你敢毋是定甲你阿妈咧睏？好好好，就安尼决定。啊，来来来来来。今麦大家拢伫咧吼，我是要甲你讲句句话吼。这一摆经过这样一个代志了后啊，啊，大家等我生活做，我就感觉足欢喜。啊，我希望讲从今以后吼，不管啥物人做唔对代志，拢知影反省，知通改，安尼吼。你是咪搁要结婚啊？可以。妈妈已经想足多，有结婚无结婚，迄拢无重要。我感觉讲上界重要的就是恁每一个囡仔，逐工拢爱过了快快乐乐。也毋过，你嘛是讲我要结婚对无？迄是当然啦，也是讲我甲你妈妈即摆拢有一个同款的看法，就是讲恁老一个人反对哦，安我就袂结婚。那安尼是毋是永远爱维持现状啊？袂啦袂啦，我相信讲吼，这毋是永远的啦。就算讲为着恁，永远嘛袂要紧。对啦对啦。恁这囡仔用讲是爸爸甲妈妈的生活重心嘞，所以讲我希望讲恁呐都爱相信我，我是绝对有在关心恁的哦。恁来当互相斗三工，安尼阮就足欢喜的。冤家相拍，毋是解决代志的好办法。阮希望讲后摆恁来伫咧外口拄着啥物代志，应该爱转来甲大家参详，咱大家同齐来想办法解决啦。对啦，对啦。当我等你睁开的时阵，你来困的问题拢会当解决啦。我跟你讲，妈妈已经来这来足久啊了，我嘛应该等伊一撮。啊，以后吼，我会常常来啦。对啊，秀玲啊，来。哎呦，秀玲啊，阿妈之前佛祖啊，是为少年就带到老啊。阿妈想讲，将要教你做纪念，希望这佛祖会当保庇你安尼考到上理想的学校，吼。多谢阿妈，秀玲啊！以前阿妈若做啥物唔对，你是唔通放心挂来，唔通对阿妈受气哦，吼！阿妈，阿妈。换回一场绝情。我有阿妈啦。哎，国英。哎，国如，我不是你的伯伯，你还不是一样叫我伯伯吗？啊，是啊是啊。我虽然不是文成的阿妈，也唔过人文成哦，伊拢叫我阿妈。是啊，加一阿妈吼，只有好处，无歹处啦。你哦。你这小子有便宜就捡呐啊！国英，我啥物都买啦。阿妈，嗯，好，好，好，终于叫奶奶了，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不知道邮差来过没有？
来来来，秀莲呢？是我，帮忙看看门。伯伯，你吓死我了！没有，姐秀莲，别紧张，伯伯对你有分数，相信你可以考上一个最理想的好信心。 伯伯，你有分数，相信你可以考上一个最理想的好信心。伯伯，你叫我不要紧张，你自己去紧张很重要。啊，我要吗？这个信心，这个学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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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
千辛万苦来也落的一领感情包，实在收回无半项。茫茫阿爸，痴情的心事重，换回一场绝情的彼场。